要不要一起唱首歌？我会不好意思。各位小姐，要不要一起唱歌？这里带来一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看来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外世代？翻个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。背也会背不好，放松，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出 old school show， you ready to roll？ 七零的年代，复古或者 high disco， 从来不可思议。